许志安、黄新颖双双出柜，郑秀文、马国明出租车上连环亲密的安心偷吃事件持续发酵。事后郑秀文与马国明纷纷表态原谅对方，令不少网友唏嘘不已。事件发酵后，黄新颖的好友梁玉恒首先站出来为其发声，他发长文表示黄新颖是一个追求爱情的受害者，因为许志安曾对他承诺会和郑秀文离婚。梁玉恒的这番言论发出后，立即被网友围观攻击，不过他依旧表示自己说的句句属实。23日晚，梁玉恒再次对黄新颖发声，这次他还录了一段视频为大家分析许志安出轨事件。他再次曝光内幕，称许志安、郑秀文允许各自出去玩，他们之间没爱过，如果爱过也是冷血。以下是他当时在影片中的全文。事实上，黄新颖好友提出的这些疑问正是在暗讽影射之所以许志安出轨会被偷拍，一切都是郑秀文精心设的局。而此前也有港媒指出，郑秀文早知道许志安跟黄新颖在偷吃，许志安一错再错不知悔改，让郑秀文失望至极，所以他特意雇司机拍视频，且在司机录到影片后，郑秀文就示意司机把影片爆料给香港媒体，司机也因此拿到了40万的回馈。但网友表示，即使是郑秀文设局，也是许志安出错在先，不过出租车司机拍摄到许志安黄新颖偷情片段确实很巧，既然郑秀文如今选择原谅许志安，那么就代表他还深深爱着。